佛教里面也有佛教理论的内功、气功啊，佛教有。你为什么偏偏一个运动，你就一定要强调我这个练我这个功啊？我就把你下一个佛在里面，就在你里面转，你修我这个法就有佛了。我不是一个修行人，那刚才说佛修行是那么不容易的。一般人你要叫他来，他就来了，他真的不是外佣的。啊，我你修的话，我就把火放到你体内了，就是火了。骗人的啊，这个是有魔会相应，很危险，不好，不要这种事情。很多奇奇怪怪的宗教啊，背后是魔很多。那你没有经过经典教育，你记住，你不容易辨识，你不要先学会辨识，学会了解啊。好，再来。居家环境啊、现在还主地柜，地柜以外，人东西又多，意识不到，放下不准，很容易有鬼亲戚。我们那天看到一个病一直生病一直生病，我们不知道叫什么行业，看到木煞，啊、哦，木煞，木煞啊，后来他才讲，他是非常受气受命啊，那个电子车有时候还帮人家。到古墓里面去帮忙的啊，就把那个骨带回家。还有医院里面工作的啊，去殡仪馆办事都要注意啊。那个鸡同通灵起见啊，一正气的啊，先别不做东西，容易一讲的哈，你要去修。他已经告诉我们方法，佛教它有它的制度的方法，你照这样去修就对了。为什么安逸风高要一正气，要靠哭哭啼啼，要靠佛教？那么家庭都破坏掉，三金都起歇斯底里，家庭不和，夫妻不和，太多，他们哭叫，还有讲那个鬼语，他说是天语，他是鬼语啊，懂吗？啊，英语有白板有黑板，有电视叫我们一直都学不会，都不容易学。有睡梦中他教你就能把个沙包把的嘞，那不然哪来嘞？好，因为这样讲，你把它录音起来，明天再问他这句是什么意思。一定是不一样的，不是你拿给语言专家研究看看啊！哎呀，功夫闹闹，更很多就面临上山。你有什么情况，跟你相应。因为天灵盖打开了上去了，就是生病了，他又多了一个神经病，又多了一个忧郁症，一个有躁郁症，是这样而来的啊，很可怜呐、啊。对，家中佛堂，你们安神的态度都不好啊。宗教归宗教，心真归心真啊，安神有安神的方法，有入神的方法，很多。这个修行的时候，心灵看不一呆，容易躲在一呆下，阿难开高，啊，那阿难开高，没开高，里面呢出现一个乱世，你把它一直招下来，刚才那些魔把它天宫，它没事的，你一直想要它就不行，所以台湾那孤烟瘴气，很多鬼神众多是在，啊，你有没有修法，它不安顿，又没有给它施食，那施食要拜它，里面开始骂。对不起鬼业的拜上啊，那是叫嚣业的，这样一直骂一直骂，因为很不服，好像关在牢房里面的这些犯人，给他轻松一点，给他放风，给他赏月，他就比较有希望破受而出来。那个鬼永远无起，遥遥无起，是苦非常痛，虽然慈悲救他，是佛告诉我们，我们到佛法去做，为什么一直要骂？本身爱贵。拜祖先的那些人，对吧？他们讲嘛，地府地府的小警察嘛，行嘛真大，迄检察官法、检察官嘛行真大。不要你来拜，一定歪拜检察官哈。好，三圣佛堂目前啊调查结果啊，你们家里不配安的佛家多，安神不少，根本就不如法。好。但一里面你要是有实修的，有真正有受过那个熏啊，他们做过训练者，但一的都比不了。今年我做改善，后果也还够。那就是说，人前面我修，紧张一闭关一正，今年我做了够很少。古时候人很淳朴，这里要发生灾祸了，有大灾了，佛菩萨很慈悲不忍心，他透过比较憨厚、比较老实的人。比较可接近的，透过他去靠近他去讲出去，这些已经没有像人心乱、人心错位，跟他们他那么高的境界，我们那么污秽的人，他怎么会来透过我们来讲话？像你们都高高在上的、有地位的，都是一个善心人士，你们公司、你们家里
像我这种要带你花园里面种些有这个这比赛，这个上体外扯开，你要看大地，那你看好了，对不？难道活菩萨会随便找你们来代言吗？所以这当机啊，你要注意，你若是真正是修的，一般是别人啊，啊，啊，那我们是正修的，华严人来办代志啊。这个各位拢是讲，若有正修的，你是意外，正修正来意外，若无差不多拢是别人哈。一无去，我这代志去了，把鬼找等哈。我们看书上面看过太多，包括去学上经哈，嘛是去中国上经拢是哈。你接字，你接连啊，一无时间来，喂，时间你们也发完了哈，讲较济，好吧？来听较无聊安尼，会当改变你一生。家中无糖，你们要扎实哈，大部分拢是比较济哈。有诶，规大家粗放放养，诶，但是伊安，哦，毋是正统诶修法啦哈。啊，这法师伊安尼不如法啦哈。古早些老师伊就较济不放养。就是你这这三分油，你吃你敢保持国家啊？我比如讲，咱做安尼回事，虽然无遐简单，你呢啊方法跟人相应，最起码方法要少见，请佛菩萨长期弄好藏人正法，对，这本身状态下面有点衰啊，都有我暗房诶起争执，占掉我生病，下有不到啊啊，我想多讲一点，那这个。妹妹古道藏头铃声，哦，这个底下有附一点资料，那个不完整哈、哦因为这个等一下地板的，你要是属于这样，就是跟人家这跟这样哈，你这样很苦，在国内比较少哈、哦，我们中湾区的当然会听到，首先不了解他们勉强派来管哈，那那哪点对啊？是稍微哪里不好，我们恭喜你哦，棒干好。我认为说你们为什么那么过敏啊？他说真的，他后来真的我们查是真的，有很多被下降的哈，都是很痛苦的，而且他们找当地的解降师都不敢干，后面不再干，啊，我要找他们开经解疾啊。那降头为什么降头五毒咒是这些？这是那个时代背景，以前是西藏那个高山峻岭，很多神魔鬼怪哈。那他们有一种叫做笨教，笨教大家在密宗上他们称为是密宗一支叫做黑教啊，其实它是笨教是一种，就是用这种咒术蛊惑的这种。那莲花生大师会降服这些，到那边去度化那些，然后就流传到云南苗疆一带去嘛。那苗疆后来就流到东南亚这边了，就有这种火狐啊、罗干桃啊、啊干桃、半蛊蛊的啊。这个当然，这情况下，这病人病了后，你也查不，你也没有很专业的话查不出来。他也有，他也有，可是也会发现到比较少。当然，台中以前有一些港版哈，然后放几笔七十多万的哈，啊，放几笔十多万，放上新上的，啊，这么多人太苦了，啊，现在当然了，啊，啊，多少，啊，几位几位那个先招官的报道哈，先招编，那么在先招编嘛，啊，多少，然后几位几位。这个那个那个意大利面，对，也算几个阿片啊，回去改变了，反正开过厂了，然后你们也要干变变个不行哈，干好，那干好得修。前面那边已经有讲到，哎，鬼神咒那个地方哦，有讲到，我们的专业有专业的解救方法，这个降火降火方法。但它实际上不外都是这多的物件，或者引起过敏的东西啊。多的物件像鸭肝爪、哦爪、蝎子啊，啊，再糖，糖也太精太多，哦，太喵啊。它那主线都是过敏的，你也像那一般花花迄个姜、高坡的姜，啊，就种香菇啊、野菇的姜，中毒那种东西，因它不容易死啊，死来它对你一下靠，哦。现在你真贵哦，